全球的华人朋友好胃口好心情，这里是凤凰气象站，我是杨杰。人皆苦炎热，我爱夏日长，怎么样，您做好迎接热情夏天的准备了吗？腰上的小赘肉藏好了没？脸上的小痘痘还在没在？一个可以秀身材秀漂亮的夏天呢，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。那今天呢，是24节气中的立夏，它连接着春夏两个美丽蓬勃的季节。如果说立冬的时候呢，是蛰伏冬眠修身养性，立春是梦醒时分大地萌发，那么立夏呢，则是青蛙蹦蝉始鸣满眼绿色葱茏的时候。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小池当中这样说，泉眼无声惜细流，树阴照水爱晴柔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那这正是初夏小景的素描。不过肯定有北方朋友说，我们这边才刚刚飘柳絮，哪里见得到夏天的影子啊？那这个立夏是不是不太准呢？40秒城市预报之后，我们来说说这个问题。繁星那个夏天，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，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，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。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，偶尔再翻开那些青涩回忆，幸福的笑容里一点一滴那属于我们的秘密。回忆好像天上片片粉。欢迎回来。关于季节的划分呢，历来有两种标准，天文标准和气象标准。那天文季节强调的是白昼长度和太阳高度的季节变化，而气候上的季节强调的是气温高低的季节变化。我们所说的24节气是按照天文标准中太阳高度的变化来划分的。每年的5月5号或者6号呢，太阳到达黄金45度，就是立夏节气。而在气象标准上，只有一个地方连续五天它的日平均气温都在22度以上，才是夏季的开始。那立夏节气前后呢，华南和江南的一些地方已经跨入到了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如池塘的夏季。那其他大部分地区还是处在这个百般红紫斗芳菲的春天。由于今年冷空气势力强劲啊，东北大部呢现在还没有进到春天呢，是一片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冬春交替的景象。今天无论是尚未入春的东北还是盛夏的华南，都会洒下滋润的雨水。明天呢，南方的雨势会进一步的加大，像广西的北部啊，湖南、江西、福建这片区域，有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出现。虽然雨势不小，但是这会儿冷空气的势力大不如从前了，气温会大幅下降的地方很有限，大部分地区呢是在暖气团的包围当中的。明天呢，除了像云南南部、广西南部会略感到热之外呢，像从华南到华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都是在20度以上，没有多凉，也谈不上炎热，正是舒服的时候呢。那趁着炎炎夏日没来，在立夏前后呢，人们常做的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，就是要吃完饭后在大树上挂上秤，轮番的上去称体重。等到夏天过完了再称一次，如果体重轻了，老人们就说这是苦夏。那吃完午饭的朋友不妨也去称称，看看这个夏天苦不苦。好了，明天我们接着聊，拜拜了。你送的相片